漂亮啊。对。嗯。哦，这个照下来哦。龙钟呢？这个照下来哦，这个你看龙凤，这个照好了。来，我们站这边。来，这个龙，来龙龙和凤，而且这个凤，你看，看那个叠的多漂亮，稍微灵巧，灵巧啊。啊，我这颗我们没有赌啦，这不用赌，不会，这不用赌，不会的，这不用赌的。这是我们天生的，人家是天生的，赌也赌不出来。哎，他们赌的就是立正少戏。哎，对，你看他说的，天生的，天生的，赌也赌不出来。立正的情况跟姜思楠站好，刚站，干什么？站好，神来了，神来了，真的神来了。在哪里属于干气干燥化的气候啦，哎，比较白天干燥，晚上湿湿的，晚上就湿，对，怪呀，哎呀，怪呀，呀，可爱。现在就是差不多，因为我们不懂嘛，所以他们讲什么我们都很高兴，因为我们不会分哟，完全听得懂。他唱台语又好。他讲国语我说我已经70多岁了，那个麻烦你们这些哦，哎、这些神职传达的人员、哎，以后请跟你们的主神讲，哎、如果看到这位师姐，请讲国语，国语好不好？国语，哎、不然听不懂，真的是听不懂。他们也很搞笑，有一个神也很可爱。我说你几岁来的？我说七八岁来的。那你七八岁来怎么都没有学到呢？那我说我是住在眷村呢，眷村也是讲国语，讲国语啊。那到了我到高国中的时候，我要学台语的时候，他们都在学我，笑我的台语讲的不正确呀、啊，就笑得开心，就不行不教我。有一种腔调，就是腔调。他也会啊，我也会啊。对啊，我现在要讲台语，我也会有一种腔调啊。讲国语他也会有一种腔调，直接翻译啊，人家听不懂他讲什么。好累啊！你笑了不教你，我被笑了不教我，刚笑起来不教我，我就荒废了岁月。我现在他都说我有自己的讲话方式，不行。对，还是你聪明。我要当年学到你这一招，我就学到了。我有我自己的讲话方式，你怎么不喜欢？对啊，你要听就听，你就算了。对啊，结果我每天给他们讲道啊，说我像红脸关公一样的，不好意思说了。讲我讲国语啊，他们要听我的国语，他们就要给我起个外号叫做关公。你看，我在讲道还有点关公啊，可是我讲语言就没办法了。女生把女人这里已经修完了，她现在已经还在修大圣之法、大佛之法了，她没有相了。现在你要去看她外相是女人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无相，男人了啦。哎，对，所以现在已经证菩提了，你还在担心什么？她只不过有这些。但是他真的很有耐心，像我打扮这样，人家不敢随便动我。他的话，我告诉你，这个就叫笑话，还第一面前耍大刀。但是他口齿伶俐，知识各方面，其实他够不够？够，他已经有办法红滑了。但是他红的用很软的，我就让你先吐，先讲，因为这一些东西一出来，
跟气球一样卸掉了，你就没气了。但是他保持的很好，他守气、守真、守活，他把它守住了，所以活在哪里，永远守在心里。他相当相当的厉害，相当的聪明，明白没有？明白了。好多牌子。对对，那个就是我呢，我现在没办法，我有画的图。嗯，那么就叫我那些徒子徒孙呢，干什么呢？就是让他们去做，让他们去刻，教他们。这个都是我自己，你看我做好的牌子，要教他们。这，然后我自己绑，然后绑到我的手啊，都已经烂掉了，破了。我这几天呢、啊，不敢绑了，因为再过几天要去参加人家的开箱。我就不敢再，这要不然整个手啊都绑得整个都、哎、都破掉。你看这只手这个样子、啊，对对，还在做事。对，我意志力好强啊！你看哈、哦，我的手，你看这只瘸的，就这样这只，你看有没有？对啊，这只手，对啊，好不我还是一样在绑。这个手都这个样子，还在做这个事，没有告示一样呀。嗯。这个手你看照出来，你看，哎呀，这个手，对，这手怎么会压这么？这怎么会？怎么？这个里面是装铁丝的，因为车祸里面啊，车祸，所以啊，这个是，所以我自己绑起来，我绑那些，这个是绑这些，我都跟他们讲，哪个地方是铁？这个他们外面的。我们到上网路看，上网路。哦，我知道，我知道。哦，圆通宝堂啊，那好。那好，那你也做了很大的功德了，做了很大的功德。简单，简单。我们老慈悲，老慈悲，我告诉你，简单，万般呐、啊、带不去，简单，只有你修了行，大家去看的，简单，是这一方面啊。对，不要去，什么叫佛？什么叫道？其实佛跟道都是在教人家怎么善良而已的。做道士这个叫专业，在外面巡堂那个医生是专业，专家跟专业是两码事。所以有的人很会讲课，但是他不会做。你看啊，对，不是专业，对，专业，专以这个职业，专以公以这个职业，他不是专业，他只是专家，人家封一个号，学术封一个号，像我是学术跟专家跟这个。像我画了很多图，你说像有的教授什么，他会不会画？不会啊，教学啊，你要怎么样引用原理？那我呢？我把学生讲，我教你经这个怎么样？来，我唱给你。你有没有照相？我们三个人来，好啊，这很珍贵的镜头哎。好、啊，这我要讲赞。不是，哇，听呆了，这个太成传神了。继续照就是，继续讲，你继续照。你忘了我帮你想，我忘了你帮他想。一般呢、啊，道士平常一早上起来就把这个，现在老了，你像两边的毛都已经分，这里面都没有了。我摸，那个这个，都已经秃顶。那么这个，因为礼貌要道士尊长在中间，不敢。其实啊，什么叫神仙？你这个就叫神仙了、啊，什么？神仙跟他学的，你们跟着他走，慢慢那个心啊就逍遥了，自在。有人骂你或有人跟你发牢骚，记得今天听了，明天马上把它忘记。为什么不要留住？留了三年，你日子都没有过啊！哎，对，我就说要求去了。自找苦吃啊！对呀、啊，忧愁去了。然后他把你骂，好事，为什么他在帮你消业啊？哎，是。那是好事啊！好事啊！人只要把心里保持愉快了，对，那就可以了。对，对，修心。姐，等一下，给我们教我们，开始。这个都一样，反正哦，佛跟道啊，两个哈、哦，差别其实简单。好，道士就是中国的传统，站起来早才能照啊。拱手打工作揖，为什么要拱手？这个手就是这个，这个代表香。握在这里，就这个叫太极图，太极图，他就是这样子拜而已。那佛教的呢，他是合十，合十，是这样的。那么道教呢，是我们从中国人真正来讲，从几千年有没有我们在讲
遇到人家恭喜恭喜啊，啊，所以中国人是拱手，这个叫拱手礼，提手旁再一个拱，知道，这个叫拱手礼，躬身打躬作揖，这样子叫做，哎，然后跪下去啦，俯伏啦，叩拜啦，那个都一样，只是他佛教的最后还会接回向，手回向，哎，希望回向。啊，所以他手再进来，然后再起来，站起来的时候，然后再拜下去。那么道士不是，道士是这样，然后下去的时候，他两只手在这里，两个手啊扣成这样，然后头呢就到这里。这个是道教，佛三去，道三留，怎么解释？这个可以录音起来，将来你可以放给那些。佛教跟道教很容易辨别，第一个留信，佛教弃信，为什么？这个信是什么东西？姓名那个信，也是人性的信，人性，对，就原来啊，佛教的呢是什么样？佛教的出家的要姓氏啊，道教祖先留下来的姓氏啊不敢改，所以他原姓。那么一样下来都会有法名，那是一样的，哦，一样都有。但是道士他的原姓是没有改，他不能改姓李，像道教的教主是李老君啊，那不能改姓李。他认为每一个子孙下来要保持传统，对，所以他那么第二个又是去姓，这个是什么东西？道家跟佛家都一样，讲求修行个性。那么佛教呢，是以去姓个性。所以你出家之前把所有的东西学习的时候修行的时候把个性都去掉了，你才不会贪嗔痴，才不会我慢，哦，才不会变成拱大，所以他呢就开始谦虚了。那么佛道教呢，它是什么留性？为什么它会留下来？道教认为原始这个人之初性本善，人都是因为被环境看这些有的没有的心才走动的，所以佛教它是用戒律来管它，所以道教也一样用戒律来管它。但是道教会认为它这个活泼，它这个自然是很好的。佛教它从印度过来，它认为人性如果没有把这些潜质一下子就狂妄了，所以它定下来的戒律。那么其实佛教跟道教都是有距离，比如说这里开坛了，那道长，像丫头就会认为，哎，道长中午为什么你的徒子徒孙不会来叫你吃饭？我告诉你，开了法坛，我如果有来了，我就不吃饭了，我只喝水，我只喝水。你说到这里，我们连饭还没吃了，对，肚子饿，所以就等到道长来。对，那么为什么这样子？这些徒子徒孙都是我教的。那么我为什么要挨饿？万一徒子徒孙做没有到，我就跟祖师讲，祖师啊，是我教不好，万一天打雷劈打死我，要伤我的子孙，不要伤我的子孙，他是我教的，错在贫道，不在子孙。眼泪的掉啊，难怪今天我们都没有吃饭，就不是。这是教的方式，真神呢。这一些话没有跟子孙讲，没有跟子孙。感动他的修行目的就是修整行为，没有什么伟大，没有什么伟大。我们人生，那么再来第三点，佛教他修来生，对不对？对。道教修今生，今生我就把它修得很快乐了，就很的。所以佛教去命，那么道教留命。我要修炼成长生不老，我要说那个是古代的这种思想，所以我命不属天，长生久世，他修炼是这样，所以他就修丹啊，六内丹啊，什么就是通过这些方式。其实这个丹是什么东西？很多人就好像要练一练，丹的意思就是修好心呐、啊，把心修好就是丹已成。那很多人都把它变成外面，因为药啊。油啊，也把它读成丹，所以要修人一粒东西，神经病。其实他修什么模拟，什么
脑袋里面佛教讲的摩尼智慧，智慧无限，那个意思就叫摩尼。很多人一讲到尼啊，就好像女的，对不对？尼姑嘛，啊，尼。很多像剃的光头的那个，那个不叫尼姑。我现在告诉你，你有修佛了，你现在就是尼姑。尼姑姑就代表姑娘，带法修行才叫尼姑。如果是光头，那个叫比丘尼啦。嗯，那是比丘。哎，你讲的仔细。光头的，啊，那叫什么？比丘僧。比丘尼如果留着头发，留发带发修行，那个就叫尼姑啦。很多人结果把你看那些尼师叫成什么？叫成尼姑，错，叫成道士叫道姑，其实他已经是修行，是道人，我坤道，但是不会叫人叫道姑，其实道姑在藐视他。尼姑是在藐视的话，姑代表华位，华位去的意思，姑娘嘛，姑姑嘛，啊，是这个意思。所以很多人没有学这个，没有经过老师真正去教育，所以会叫错。像你们都有佛教，你们两位都已经，包括他都已经是皈依了，都没问题，跟我是同一个祖师了。哦，都是画的，都是雕刻的，佛跟道都是一家。你就是在瞎修于教育，修于文化，修于如何传承而已，不是一样吗？一个比较能说善道，一个只是默默而行，积善，积善。像我们修的，有修那种炼丹或什么，那个叫丹顶派，有修。化无念咒了，哦，葫芦派，哦，像我是全真道士，坦白讲，我是真的修全真道士，儒道士，儒道佛，现在讲儒道佛，以前叫儒道士，啊，民国之后才有正式的佛教这个名称，以前佛教他们叫释教，啊，释教，释迦牟尼创教的嘛，是这样。这些都是很简单的知识，像我们呢，什么叫姻缘，什么我们都很珍惜。人间难得来一回，今天可以见面，然后哪一天还会说我在中国跑了3-4千个城市，哇，这个地球我跑了67个国家，我有53个国家的会长都是我的徒子徒孙，我真的是做。佛光山那个佛光大师典总编辑在这里，所以很多人就给我讲一些佛教了，我就跟他开一个玩笑，你讲那个阿赖的我不懂，我呢只是一个还在学的学生，我是一个道教徒，这个是没错。但是啊，我从小的时候，我的爸爸，我的妈妈，我的师父，他们也会参佛，也会礼佛，其实在真正的汉文化里面，这个是相通的，没有问题。为什么有的现在就归入一种宗教战争一样，可怜派系？其实真正的我们都是炎黄的子孙。我就讲，从包括儒家是春秋二季而已，佛跟道经营的比较大，24小时开门的。其实他为了干，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要教救济，他闻苦闻声而救，都救救了。为什么要千眼观音，千手观音？一个眼手眼一个不够，我看得到的，我的手就要去拉他了，所以才会有千手观音，是这样来的。他有的讲这个比较大，这个华多大，他是在你就是他的一个化身，你如何把那个慈悲心？你如何把那个慈悲心画出来？那不然就变成佛号道号在那边狂妄而已，没有意思。修行就是沿途你在走，沿途在修整你的行为，就叫修行了。
修正言行举止、啊、对，和尚不大，道士也不大，都是在修行的过程而已。所以道士跟和尚为什么你会受人家尊重，因为你牺牲你自己应该有的家庭修行，你应该有的享受都没有了。你看师父好有趣、啊、对，他现在讲话他不加脏字，而且吃掉了、嗯、他刚刚一开始跟我们说为了打成一片哈成一片净讲脏话、对了，他就是拉近关系，拉近关系，不要觉得他是那么高高在上，对，大慈大悲，越低越低越好，越低低的让我们觉得你不是那个，可是我们的心却认为他你就是高人，那我们你再怎么随便的话我们还是把你当高人，当我们的心已经接纳他的时候，他就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这么多的金玉良言，比经典上写的还要清楚。对，他这个是真的很切实际的在修行呢、哎、真的这个才是修行，讲的是真的是心里的话。对对对，要引他注意，哎，这个也跟我一样。对了，先熟，先熟后慎。对了对了，你要圣也是熟练出来的、啊哎、孔子啊孔圣啊我也了解了，他不可能从小了先熟后圣。 我妈妈在、啊、他自己身上的这个给我了，刚刚取的时候你就应该照下来、哦嗯、他把他自己身上的那个他现在练字练咒给我加持了，哎呀太荣幸了，看我们这次就福寿康宁。哎呀我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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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祝福，我要你的祝福，福寿康宁最重要的就这几个字，我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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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个生命拿来用来做弘法利益众生、哎、来来来我的手也来了，妈、哎、怎么都给我了，哎呦啊你的话题你怎么说你谁有念我只自己做不做穿一下近一点看一点近一点路去去圣圣圣，释迦牟尼为加持，太上老君受之命，及其如力量。哇，太感恩了！哇，如获至宝，这个这么慢，讲，赶快再来一次，给我再来一次，再来一次，来来，赶快给我照。先佛足提身，拜佛用钱。赵大人抢到镜头了没有？道有九莲子，结成摩尼珠。过我持机智，摩尼化永生，把它录下来哦。福寿永康宁，富贵双临及一生的长治愈勤愿，长寿永康宁，长寿永康宁，奉太上令，急急如律令。感恩啊，感恩啊，感恩啊，感恩师傅，感恩师傅，真是哎呀，我太有福气了。这个、这个、其实啊，我到送给我嘛，没彰显，这叫做对彰显师傅的大德。没有彰显师父的大德，不敢讲德。我们会修行，就代表我们还缺德。哎，对对对，哎、啊，对 对, 对，缺德、就是我们还缺德。就是说我们呢，还在修行中。不是师父你不缺德，是我缺德。我们缺德，我们缺德。我呢还缺德。你知道我的利益众生到哪里了吗？对、啊。北至黑龙江，南至厦门。黑龙江啊，你看呢、啊？布鲁，我从黑龙江到俄罗斯去做布鲁克维生斯克。从黑河那里、浑河那里，我都过不去。对，泸州山东，西到新疆、蒙古。啊、嗯，对，我也去了，我去到喀萨。喀萨，喀萨，啊、喀萨，我也去。快要再过去就是巴基斯坦了、啊哎哎啊、我也是一样，我都走过。然后南部那边呢、啊，我从那个瑞丽丽江，然后我过去，丽去对瑞丽，然后楚雄啊，那一些我都几乎都去过。东兴平墙去越南我都用走的，然后去西藏我把它走过樟木头，然后走到尼泊尔，然后再把它走回来。你说这样我们也都走过，还真是志同道合，连道都合了，有年纪了，有年纪了，志同道合。我在中国走过36洞天75地，现在手脚年纪跟你一样越来越大，所以有时候我自己会掉眼泪。对，你说这个对，我跟我的徒子徒孙讲，我好想再走一遍哦。对，我前两天还讲这句话，我说我就走一次了，再也没有机会了。说实在的，这一句话讲的，而且以前哦，以前走那个很便宜，哎，很便宜。现在哦，我开玩笑，现在饭店贵的要死。跟我们开始，开始
始了。刚才跟我们开始了很多的是廖大师，廖中东大师，中就是宗教的宗，东方的东，东方的宗教。那个我是全真派第23代弟子。全真派第23代的弟子。对，邱处机，邱处机，邱处机，啊，就是山东的那个邱处机创的教了。啊，我知道，我们不是常说吗？邱处机，邱真人，对了，邱真人，他的灵魂，我跟他有在见面呢。嗯，在白云观，在白云观，对对，就我就是出了白云观出来的，那是啊，我就是中国北京的，嗯，对，正派的正统的嘞，对呀，所以你看看我们的整身的打扮哦，就是一个全真派的打扮。全真派的打扮，这个给你喝，你都没有喝，喝点提神。行为，他的做的动作都是一样，都是一样，只有那个手势是。因为为什么都是他为什么要这样？我就这样了，只有他要钳制你的行为，避免你怎么样比手画脚。他用这个手把你控制住了，所以他右手在里面。因为为什么我们右手容易比来比去，抓住把这只手抓住。你讲话的时候就这样，你就不会了。右手容易乱做手坏事，我利用左手把你牵制住。你看哈，那每天到这个下午，现在在连续几天的法会，那么这个是我们的祖先留下，很多人把这方面让他们永远怀念祖先，其实这就是。
再见。